成家无限美好，要欢迎所有想要结婚、想要谈恋爱的青年朋友踊跃的来报名。去心事、暖心事、甜心事、美心事、聊心事、解心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，祝你成功，来行，所以要报名了。好，没问题，要报名了。成家立业，一定要先成家再立业，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把事业做得更好。所以我们欢迎青年朋友来参与我们这一次活动。活动的内容非常的多元，最主要是借着团体的活动，大家彼此认识交流然后交心，走入这个结婚的殿堂，让所有的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。希望大家把握机会，赶快来报名，还有抽机票，欢迎大家。